从来不是钱财和外貌，而是责任、担当、偏爱、用心、温柔、稳重、忠诚，是三观，是细节。一个男人再优秀，假如他不爱你，那么他的优秀都与你无关。假如你错过了很优秀的男生，不要觉得遗憾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因为你值得拥有更好的。两个相爱的人一定是彼此吸引的。其实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，细节他是说不了谎的。聪明的女人需要明白的是，男人真正爱你后想你的话，就会对你有一些